IT 全播报，心情酷炫早知道。24日，华为在北京举办了一场 5G 发布会。此次发布会不仅是华为 5G 最新技术产品的首次集中展示，也是 MWC 2019大展的一次预沟通会。发布会上，华为消费者业务 CEO 余承东正式面向全球发布了 5G 多模中端芯片 Balloon 5000和基于该芯片的首款 5G 商用终端华为 5G CPE Pro。 据华为官方介绍， Balloon 5000是目前业内集成度最高、性能最强的 5G 终端基带芯片。它不仅是世界上首款单芯片多模 5G 基带芯片，同时还支持 2G、3G、4G、5G 合一的单芯片解决方案，在 Sub-6 级和频段实现全球最快 4.6Gbps， 比业界平均水平快一倍，在毫米波频段达业界最高 6.5Gbps。 同时巴龙5000可以完整支持 SA 和 NSA， 更为难得的是巴龙5000还同时支持 FDD、 TDD， 支持200兆带宽，全球运营商网络部署全频段都可以使用。另外余承东还宣布，巴龙5000不仅会用在华为5G CPE Pro， 还会用在华为手机上。在即将到来的 MWC 2019上，华为将发布首款商用 5G 可折叠手机，搭载麒麟980芯片和巴龙5000基带芯片。看来在 5G 基带的布局和前瞻上，华为已经走在了世界的前端。